哎，怎么又是悲惨钢铁厂啊？我开场连续三场都是玩悲惨钢铁厂啊？怎样？现在怎样？我现在跟这个图是杠上的，是不是？我该不会今天三个小时我全部都要玩这个地图吧？哎呦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不知道什么东西耶，各位，你们看到吗？这个它亮亮的，医生，好点，好点，好，它电出来了，没事没事啊，知道过去找人了，我偷拆。我要偷偷把这个路灯带回家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我敢肯定啊，这个肯定是厉害的东西啊，这肯定是厉害的，厉害的。好 ，P 3现在被追哦，他的蜘蛛脚在动哦。哦，哎呀，不是闹鬼 ，P 3命好大哦，好爽好爽，才掉了哦，这边队友在修，进度有点高，好爽好爽。笑死！直接拆爆，太爽了吧！看来你的路灯也是没有储值的那一种啊！哎呦，怎么往上跑？好，地下这个先修开之后，就比较不会跑怪这边了。你看，看到我看到它五秒，它在上面，然后它往下走，能看到吗？然后这边有个板，有看到吗？偷开奶油 EXE。您是挂人的那个吗？就是追人。哎呦，那个队友被追。哎呦，哎呦，那我要去救了。哦，他电到那个人，然后他这样过去追这个，那个人队友在修，看得出来。这就是同族为什么好用，因为你可以看到队友的动向，然后继而去分配。哎呦，那个队友也开始跑了。哇，你妈嘞！怎么会有人带医生带天平啊？哇，大爷，我这有点怕、啊。哇，别啊别啊！哎呦，怎么又有一个天平？哎呦，我们修的有点慢哎，还是医生有点强，他抓人有点快哎。好、哦，我两个人都在那。不是啊，怎么会有人秒救？不要闹啊！你各位真的不要闹啦！到底在干嘛、啊？我们这样板区开的其实有点偏烂，你们发现吗？就是没有什么香钩菌。哎呦，有没有打头？给个机会，有没有打头？哎呦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怎么两个都在上面？哇！完了，这场没了，这场真的没了。到底在干什么？这两个活宝哎！这两个真的是活宝哎！他上去抓人了。哦，他掉下来，哇，完蛋，这边有那个。哇，哑巴，有没有得补？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有没有得下？哇，死了。没辙，没辙，没辙，我把它换下来了，还行啦。他们现在，哎，那个位置没办法跑，没有什么板。这个还在修，哎、欸，没有他，哎、欸，他对，他没修。然后这个补血，啊，还有一个人嘞。哦、有个在楼上，这两个半血的，这个补满，这个是 P 2，然后楼上那个是血祭品 P 3。好 ，OK。那怎么放地下室？我怎么知道？哎，那边好像没有地下室哎，我记得。好啊，干，这个时候救，我就要死给你看了。没有，他在那边。
好，还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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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被电出来了。哇，干，真的是哦。先补血，先补血。地下室在小屋，对啊，这边没有地下室啊，因为我记得那边有，这大屋中间有钩子的话，它就不会有地下室。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好像，我这边有队友在受伤在叫，就是有点懒得补，像我先赶一下进度。好，这边有台，这边那个队友在修。然后楼上那个半血，然后看一下那个要队友不要去救，那个队友被追，哎呦，哑巴，不妙不妙不妙，哇，好像没有人要去救那个，他要去救吗？给他救，给他救，我去修，赶快去赶进度，不然那个人跑那个位置，看来是要被医生干倒了。好、哦，有了有了，他去救，他去救，好，还行。啊，那毛毛，星期天会看他几比赛？会啊会啊。然后那个有天秤枪，应该不敢动。然后哇，哑巴，这一局真的是有点惨哎、欸，队友有打的有点那个犀利。KONG 安安哦，很糟好，很糟好。好，他现在有同组，然后那个在修，然后怎么又一个不见了？哦，那个半血的啊，那个 P 3嘞，他跑去哪了？哇，完蛋！他那边补血，嗯，我们都少一个队友了。哦，他在那边，那不行，我要去救了。他现在因为电不到人，他现在要守这个人。好，那我现在赶紧救。完蛋，他如果救，然后他立刻回手，我会很麻烦呢、欸，我会直接被上一刀哎、欸。好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我们要罚了，我们要罚了，我没办法 cover 你了，队友。好，他在那边垫，好，还行。然后我去角落那边修，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有办法。按到切到。看，我被看到了！我被看到了，各位！我被上一刀的状态。谁一个人要干死我啊！哎，他没有被骗，完蛋，我好像有点危。哦，有了有了，我天秤没了啊！我看你要不要踹这个板区啊？我现在不怕你咯，你不踹我就跟你闹到底啊，没关系啊。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我跟你闹啊，我看你要跟我闹多久啊？哦。好、哦，没关系啊，他不追我了。啊，朋友，是不是有天秤很嚣张啊？那边那台快开了，笑死，他追不到我，在这个板区。还踹机了。哦，真是，怎么又来我这里了啦？到底要玩多久？我看你要跟我玩多久啊？啊，骗你！好好，没关系啊，你不踹板，我就一直跟你玩这个板啊。哦，他不踹板哦，那很好啊，我就一直跟你玩这块板啊。板子不踹的点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不要问我。
哎呦，亚麦！可恶，我被抓到了！我想过来修那台啊，但是被抓到了。哎呦，他不追我。好，可以可以，他不追我。好，那我就离开这。我先，我不用补嘞，我直接满嘞，你有发现吗？大门在这里，这两个。还好我还没有跑起来啊！哎呦，那个阿德，不妙咯，阿德，哎呦，地道这边嘞，好明显。I know FADING， 哦，他没有一刀，那好玩啦，各位，那就有得玩啦。我卡不到他怎么办？卡不到，走走，那个队友怎么直接那个啊？直接开。他死了。好吧。那看来是也没办法，我以为他还有得救。那他如果死了我也没办法。那我就来开这个门吧，我那也没事做。笑死，他那块板打死都不踹。他应该先去踩那个地道了。好了，出去了，多赚一点无畏分数，多赚个500分也爽。好哦，抹茶安干哦，真好真好。哦，我的分数好像蛮高的哦，蛮高的。哦，他是 R2 的医生呢，这个 R2 医生你敢信？直接被我屌溜一通哇！还是他可能其实是还在练习医生，可是也没有啊，我看他练，不知道好了，还行啦，还行。哦，我分数超高我分数直接屌虐他们三个2万7